讲，每年被酸，整个天花板被集团至少突破12。各位酸民们，这样觉得还满意吗？上次的时候，我现场记者大哥每个股票拍照。天后板妹盛大办尾牙，年赚12亿，豪发6个月年终。十几二十亿，无人能比得上。人气直播主天后板妹17号在台中举办集团尾牙，席开25桌，抽出总价近100万的礼品，要来天团831一起 party， 连陈哥都惊喜现身哦。板妹女神，只能给个东西。加油哦！他们今天表现真不错，是不是？好不好？帮忙一下啊！陈哥刚刚好像有说一句话，在我家嘛。对，是。我现在就来加嘛。恭喜发呀发发发！今年战绩每年讲每年被骂，每年讲每年被酸，要不然我们就讲一个无能人及的数字好了。整个天花板妹集团至少突破十二，你们就说我炫吧，就炫吧。上次的时候，我现场记者大哥每个股票拍照。年终奖金的部分呢，我觉得以我们这个百人企业来讲，非常公平性的加码，来一年给一个月，来5年给5个月，来6年给6个月，以此类推。各位酸民们，这样觉得还满意吗？就怕我等一下呢几杯下肚之后呢，那个现金呢因为一直 hold 不住，一直想要撒出去这样。大锅撒给我，白妹酒是狂干的啦。